咱这黄瓜长得挺好哈，咱这是它恰恰的丑好的，就是嘛，我就是跟别人呢一看就不一样，这个叶子分的也大，然后也绿啊，哈，这个瓜也出挑，出挑哈，嗯，我说那些，就那些大个的，就这些大窝的，不大的啊，把出那个的上面的那些小毛细根，嗯，哦，真好哈，嗯，就是它养根的。就是我觉得要我在城市回来挺好的，家属频道还得听到，还得听到，哦，都够碰的是。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用的？还没有一月。哦，还没有一月，效果就这么明显了。嗯。哦，你一般是怎么用啊？一会儿盛放，哎呦，按照一包十三会儿。哦，一包是80斤。嗯。啊，一会儿差不多是用20来斤哈。嗯。这是有一亩地是吧？没有七分哦，那差不多就是一次20来斤。嗯哦，那是单独冲呢，还是配着其他的？单独冲，早上也是配那个加水冲的。啊，以后再会我就下子我冲的了。哦，那挺好的。它没有刮上面，咱这是翻溜起来了。啊、哦，那你觉得用了这个我们巧克力之后，跟你以前没用的时候有啥区别？这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嗯嗯，就是口感怎么样？吃出来挺好的。嗯，也挺好的。嗯，就是口感好呗。嗯，甜脆。就是，嗯，哎呀，真好，继续，希望谢谢你们继续支持我们哈，然后希望你们这个黄瓜今年有个好收成。哎，今年黄瓜是挺好的。哎，这个皮儿哈，老师，刚才过年，嗯，就很均匀是吧？老师这个皮儿哈，老师都那么大。嗯，你看这黄瓜，个头均匀哈。今年就十月后。嗯，真好。那我觉得反正这个挺好的。你们用完之后，能从心里边就觉得这个肥料是真的好使哈。嗯，是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啊，这就顶参考味就好了。啊、哦，参考味就好了。嗯，到刚才这些它给咱们参考味就好了。嗯，有些还没参配。这些东西，正好刚才咱俩才配的嘛。参考味它这个确实就够了，正常咱俩的。哎，挺好。咱接着刮豆，咱刚说它肥的有那么过程。嗯，是。俺妈是弄上天间那么一箩箩的。对。今年大牛吃，哦，那还得再长个一两个月，嗯，还得这边吧，嗯，还得等我放下来，放没得。